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 surprise 他吧。大家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点钟了，然后我要来吃我的第一餐，然后顺便跟你们讲一下我今天的行程。我今天呢准备了礼物要去给 Judy， 因为我之前不是就跟你们说他生日快到了，然后加上其实他生日是月底，就九月底，然后现在才九月初嘛，可是因为他昨天搬家了，所以他就是换了一个新地点，我就想说搬家跟生日一起送一个礼物。然后呢，我要送他的是那个 Nespresso 的胶囊咖啡机，因为他就很常来我家，然后喝咖啡。可是他自己在家是喝那种即溶粉，我真的是看不下去，所以决定就送他那个当生日跟搬家礼物。那我已经串通好他室友，但是因为他室友不喜欢别人进到他们家里，所以我等一下可能就会到他们的管理室那边，然后他室友在骗他说就是他有包裹，请他帮忙下去拿，然后Judy下来就会看到我。对，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小计划，就是呢，我应该会先把其中一条胶囊包装好，然后我就送他说，哦，这是你的生日礼物，然后剩下的之后再拿出来，等到他看到那个胶囊傻眼，想说
就是干嘛一定要胶囊能干嘛的时候，对，再拿出我的礼物。然后我已经收到那箱礼物了，那箱真的好大箱，所以我等一下可能要拖着大行李箱然后搭公车去他的新家。没错，好，那就是这样，我现在要先来吃饭饭。嗯，今天煮的是很蔬菜咖喱。嗯，很好吃哦。嗨，大家，请忽略一下背后的凌乱。我现在呢，要来开箱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这一大箱，我买给 Judy 的生日礼物。然后这一箱还只是那个机器哦，就是它的胶囊已经是另外放了。所以啊，让我们一起来开箱，因为这个箱子超级大，给你看有多大，就这么大，我真的没办法把它。就是搬到他家，所以我在想说能不能拆开来，然后放在行李箱里。好的，这里，哎呦，就是我买的机器，它是啊，我好蠢 ，Nespresso 的 Virtual 系列，因为我自己用的是 Origin 系列，所以我也没有试过这个 Virtual 系列，想说如果买给他的话，我就可以偷偷也用用看。所以呢，送给他就是这一系列的 Virtual 的咖啡机啦。哦，这边还有更多的 Virtual 的胶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等一下就直接送他这个好，我就不用另外包装，我就送他这个，然后他可能就会傻眼，然后我再拿出就是机器。但他应该够聪明吧？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我不可能只送他三条胶囊，而且我有跟他说过，我觉得我买的礼物他会喜欢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给不到他什么太大的惊喜，不过就先姑且这样子。然后我其实很急的送他也是一个原因，就是。我都已经买了，我就希望他可以赶快开始用，就不用等到他生日的时候再开始用。好的，那我刚刚拆开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他的，所以我现在再把它装回去。好，哇，这个机器我还是装不进我的行李箱哎，完全放不下，怎么办嘞？我要傻眼，我该不会连这个机器都要拆掉吧？我就要找一个大袋装，算了，我找一个大袋子来装。气死我了！我翻遍整个家，找不到半个可以装得下这个的东西啦，真的太夸张大了。所以啊，天哪，没有办法了，我现在只能就是手提着去，然后在他下来之前，我先去他们社区那边找一个可以好好就是藏起来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 surprise 他吧。我现在把那个机器交给警卫藏起来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他，叫他下来。不是咖啡机吗？你猜？因为我看到胶囊。你猜？你先从这个猜好，我先从这个猜。好。我会吃盒子，然后结果不是。我很怕我把它拆爆。对，就是一次两条吗？没有啊，它就是一条。然后一条是那么大一条。嗯。Oh my god！ 天哪，这是胶囊。对啊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好像是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也是可以拆的。可能也是胶囊吗？另外一种胶囊吗？哎，不是哎、欸，那是什么？我知道一个盒子。那你就先放着吧。那你先拆那个。它好像写的是也是咖啡糖，也是胶囊。
英文不好。猜这个吗？嗯。不好，被我猜到。啊啊！我看到。少一颗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它这里松下来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机器要自己买，机器要自己买。然后你真的，你跟我是强迫我买咖啡机告别，太好笑了吧！爸爸生日礼物兼搬迁礼物，200颗胶囊。耶、yeah, ，谢谢！但是没有咖啡机哦、喔，我没有咖啡机哦、喔。结果也是有咖啡机的啦。已经1:22了，然后呢，上次我朋友不是点给我吃一个油泼小面嘛，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我超级喜欢那种宽的，就是像皮带面、裤带面那种。然后这里的中超我看都好像找不到那么宽的面条，所以我就决定要来自己做做看。那我参考的食谱呢是 YouTube 上面一个叫做小高姐的影片，那我等一下也会再把影片放连结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如果你们也想试试看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做做看。现在是365克的中筋面粉混合了2公克的盐巴，好，然后他说先加1/3的水就好，不要加全部。然后就用，我要不要先把头发绑起来？好，现在把头发绑起来，开始正式的做我们的裤带面。哇，究竟会不会成功呢？影片是说你现在抓大概1/3的水量的这个面团的硬度就会是你最后面团成型的硬度，我虽然是没有很懂它的意思，但是差不多感觉一下。我这样好像光头，我坐后面一点。哇，有一个成团了，面团捏起来还是蛮软的，比我想象中的软，因为他说面团不就是捏起来不会太软，因为它发酵之后会变得更软，哎，不是发酵，是醒面，没有要放酵母，所以不会发酵。现在越捏呢，有越来越觉得这个面团就是比较硬，比较实心的感觉。那我再慢慢的加入水。这是我刚刚揉出来的面团，然后现在要把它封起来等45分钟，后面还有一个好像要等2小时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油泼小面的制程好长哦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让我们来拭目以待。过了45分钟的醒面呢，现在我的面团在这里，然后他说要揉7下，哎呦变好软哦，
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它是会变得很光滑，蛮光滑的，然后再揉一分钟。好的，现在又揉了一分钟之后，我的面团大概长这样，就是有一个光滑面，它的影片中一直疯狂强调这个光面。然后呢，要用虎口把它分成十等份，但我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准确的拿捏，不过我就照感觉来了。不知怎么的，我把它分成了十一份，但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吧。然后他说接下来这个步骤呢，就是要让这个光面最大程度的保留，然后稍微整成一个圆形。OK， 把它们都揉成圆形之后呢，我现在要来擀面，然后跟大家分享，我现在有个正规的擀面棍了，因为这是我朋友就是离别前其中一个送我的东西，所以你们再也不用看我用那个烘焙纸纸卷来擀面团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擀这个。应该差不多了，然后呢，这边准备了一些油，倒了20克的油，然后要把这个面团封印进去，然后要等2小时，所以我现在要继续先把面团全部都擀成手掌大小。现在我的11个面团呢，都已经擀长长的，然后泡进了这个油堆里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他说这个要醒面2小时，所以如果你从早上开始做，你就是要晚餐才能吃了。好，先油封印起来。Alexa, set timer for 2 hours。那我们就等等见。Alexa, stop。现在醒面的时间已经到了2小时，那我就要来进行最关键的一个扯面的动作，超紧张的。首先先拿出一块，
哎，这样我们看不到。嘿，好，拿出一块之后呢，他说在中间压一横。好，然后好紧张哦，均匀的拉扯。什么啊，超软的。哎呦，好像有哦！哇，我好像海底捞的师傅哦。要拉多长？这样应该就够了吧。然后中间我刚刚筷子压的那个可以均匀的撕开。嘿，哇，成功了！应该吧，这样算成功吧。我这边好像压的不够，我觉得应该算成功哎。你们看，这样就有一条宽面条了，耶！只是我现在刚吃饱，我真的是毫无力气在吃哎。那我先把这个面条安置一下。完蛋了，他影片好像没有教怎么保存面条。压一个，然后均匀的扯长。从中间撕开，哇，又是一条成功的面，你们看，哎呦，厉害吧，现在做出了两条面。耶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个红油那个泼面我昨天吃掉忘记录影，所以今天补给你们一个牛肉面的画面可以吗？然后这个牛肉面也是我自己做的。现在我们家像是被炸弹炸过的感觉，乱到也是。Oh my god， 真的看不下去！我现在要一举把它们全部都清干净。Just not enough when you try, try, try.
我收了快一个小时，给大家看一下成果，我觉得很满意。噔噔，那包回收，等一下会拿去丢。沙发也是空的，这边变得很干净。那个等一下也要拿去回收，是不是非常的好？那这一集的 vlog 差不多就到这边，以收拾家里为最后的结尾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